对，别的地方我不如您啊。您哪儿不如我呀？您就拿我媳妇来说吧。你有媳妇我怎么不如？我连媳妇都没有啊。呵，有这媳妇更麻烦了。怎么麻烦了？我都不想跟他一块儿过了。我有媳妇儿，我这日子可不如您。有媳妇儿还不如我，我还没媳妇儿。我都没法跟他一块儿过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您说因为什么？他长得太丑了吧？对，丑。这说对了。太难看了。难看。对了。啊。我们搞对象的时候，你。这儿不说了啊，不可对，可以不说了啊，对，太难看了，难看啊，没法看，怎么没法？能有多难看呀？你见过岳云鹏吗？那太难看了。杨一有狼，哎呀，烧饼，那就这太吓人了，不是人呀、啊！我媳妇就长那样啊，张伦的鼻子，杨九郎的眼，烧饼的大嘴，岳云鹏的脸，那还是人吗？